选手之前的不影响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七天复合比赛。七天复合的比赛，积分线是五分钟，还原时限是六分钟。选手的裁判注意，积分线是五分钟，还原时限是六分钟。如果超过六分钟，可能就算得分了。哇！前期也达不到20，多少时间？Thank you.